今天是埃及奴斯的第三天了，那我们一样来挑战看看。奖励我们先看一下，每日奖励，如果你到500万分可以多拿一颗蓝色的，其实这不错。然后今天是晕眩、缓速、电击啊，我刚刚已经换好了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了。晕眩的话，我们今天带龙女打看看。他是读取太久了吧？好，先放个招好了，然后再换晕眩。中了。应该可以再摔一次。晕眩缓速。他现在出缓速了。绿色是缓速。然后雷电吗？要出雷电了，中了。他又要再变换了，这一次换什么嘞？应该要换晕了。晕眩呢？再摔一次。
他变换了，看一下啊。应该是缓速，我来换一下缓速的。这个应该是电。300万分了。果然是电的。要不断的去拆。哎呦，快要400万分了哦！晕眩套路，吹的。再摔一次啊！哎呦，破了！啊，时间到了，410万分了。这个是第三天的经验打出来的成绩，可以再把一些装备练高一点，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效果。好，今天这一场埃及奴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领到的奖励是什么。奖励400万分呢。整体排行47名。哇 ,400 钻呢。这是季赛耶，季赛成绩的奖励啊。好，先录到这里。